你看我现在在这里乖乖的给你播送。那你上一秒是什么态度对我？良心哪去了？良心都给你了。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唱的比说的还好听。是吗？播完了吗？炒个芹菜还要放这么多蒜？怎么啦？炒芹菜就不能多配点蒜吗？芹菜感觉没必要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紫苏。现在我就来叙述一下，他上一秒钟是怎么把我惹生气的。刚才他一回家就问我做好饭了没有，我说没有，然后他就非常生气，说要点外卖，我全家人吃外卖算了。他的意思就是他一到家，就要吃饭。你不是说不是做的芹菜吗？那你现在就看一下呀，看一下我。煮的是什么呀？走啊！那你看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鸭子啊，然后这里啊，煲了一个汤是吧？这是排骨汤吗？大骨，看到没？童子骨。然后又放这个冬瓜，冬瓜。配冬瓜，感觉不好意思，错怪你了。感觉，你都已经冲我发火了，还感觉？那叫什么发火？我不接受你的道歉，因为你刚才的行为太恶劣了，怎么了呀？凶巴巴的，好像我生来就是为你服务的，是吧？啊，没错没错，我又说错话了。我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了？我一直也是这样子。自卖自夸。冰箱里还有酒吗？有。哇，什么时候买了这么多啊？啊，平时想喝的时候就可以喝呀。我要放一个黄瓜。要多吃蔬菜，荤素搭配。妈妈，上辈子欠你的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上辈子的事谁知道啊？那为什么我现在就知道了？因为每次你把我骂完了之后，我还对你好。那不叫骂好不好？就是说啰嗦了几句，好不好？哎，我还敢骂你吗？疼都来不及，还敢骂呀？还是有点水分吧。哎呀，我是上辈子做了什么好事啊，娶到一个这么好的老婆？上的天堂，下的厨房，我觉得这个老天真的是很眷顾我了。现在你才知道啊？多好的媳妇啊！还有呢？脾气还这么好。还有呢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我好，对我的胃好。就只是对你的胃好吗？对你的人不好吗？好，也好。好了，别在这里耍嘴皮子了。下次生气之前先想一下后果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因为你每次把气撒到我身上。我要靠我自己去自我消化，你又不知道哄我，是吧？我刚才不是哄你了吗？还要怎么哄？值得表扬。我记住了，下次一定不乱发脾气了。知错就改，还是好同志。好了，我盖子来闷一下。我要拿筷子。小火。小火慢炖。怎么样了？哎呦！再淋，
口水都流到下巴了。哇，好香啊！要喝两杯吗？必须的。还有一个汤。对对对。整个城市聆听着我们幸福的声音。就在一起，夕阳相依。家有贤妻，小孩子更幸福。你不幸福啊？我也幸福。幸福就以后少发脾气，知道吗？保持心情愉快。谁要欺负你，我就站出保护你。说的正确，开心我自己，不开心。对啊，伤害别人就等于伤害自己。